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杰克。今天要玩一点 Minecraft， 今天要玩我才不是勇者啊 ！O A O， 惊叹号惊叹号！好，这个感觉有点耍智障的。那上次我们玩自由，好像是自由什么？自由的信物，就是试炼。然后不是还有三把钥匙？然后杰克私底下已经把它全部找出来了。那我们就一探究竟吧。啊，水流！啊，进来了，一个是在这里面，上次我们只有找到这个黏糊糊水草，其实在这里。哎，这里有个箱中箱，我看到这里。哎啊，点到了，这里有一把，然后有一把是在另一边的水的最上面，还有一个。诶，是这边吗？我不知道，我忘了。我觉得它会亮亮的，应该不是这里，另一边会有荧光石的那一边。这里，慢慢游。嘿，上来了。这是在这里一个箱子，试炼之药，然后还有一个是在水流底下有一个青苔石。哦，好奇怪的声音，应该是这边吧？这个，好，这个，好，挖一挖，啊，好，下来了，这里有什么？地下射击场，地下射击场怎么会有这种奇怪的地方？我吓到，我手突然有村民，我吓到。那他说提示击中红石灯，为什么一直有村民呢？那这个打不开。那我们先射那个红石灯吧。好，中了。试炼之药三，就应该是这三个。那我们去过我们试炼吧。呀，上来了，冲喽！好，那我们从智慧吧。开始智慧的考验。智慧的考验小本本，智慧的考验，这里是智慧的考验。如果没有足够智慧，是出不了这里的。你有足以被称为勇者的智慧吗？如果你是勇者，就通过关卡，拿信物吧。关卡规则，请解开各种谜题，试着来到考验的最底端吧，然后拿里面的信物。好，开启通关之飞，不过还有一些工具。好问题，煤炭、木锄、鹅卵石，空的，这可以开吗？不能开。种子、木棒、箱中箱，空的，这个有点可疑。有反应吗？这边有个拉杆哎，哎呀，按错了，两级都按错。那这里有一个箱中箱，会不会还有箱中箱？应该是没有。然后他给我煤炭、木锄、种子，可以做什么？还有一个木棒。也不能直接敲坏啊，应该有一定的程序吧。哦，上面还有，我怎么感觉有箱中箱？是我错觉吗？
吧，没有。他给我这些东西很好，我不太知道怎么过了。火把吗？然后种田吗？不是吧？有香东香，应该是香东香还是熔炉之类的？哎，不是，是石头。还有一些工具，火把吗？我怕我乱做就卡关了。哎，哎，琴台石，似乎需要开启开关。这里的吗？有变化吗？有，有变化。八，八，什么意思？一个八，还是我箱子没有找完？都没有啊，为何？没好琴台石吗？一个八，哎，是三吗？三，三呢？应该不能直接破过去吧？开始通关之飞，不过还需要一些工具。工具，那我们稍后一下好了。好，我们回来了，我终于知道怎么破了。由于他不是给我们一个木棒、一个煤炭，然后还有鹅卵石，然后我一直在想着。这两个对不对？结果还有其他组法，就这样。控制感，然后开门就过了。放在地板？哎，不是，要放哪？要放哪呢？控制感，然后嘞，放哪？放哪？玻璃上也不能放啊，然后他们要放哪里？工具，好，我需要想一下。过刚刚又过了20分钟之后，我又发现了一个东西，结果不是这样用，结果是这里控制杆。No， 那这里是什么？哎，不是这样，给我。那煤炭应该是要烤东西吧？那生存游戏，那这里，弓血牛手木金，什么东西？放置金砖，我可以往前走吗？开启正确的箱子才能取得智慧的信物。
等一下，所以我前面不用过吗？所以这个是什么？一号、二号、三号，然后这个是完全试炼，那应该是三号吧？是我不能拿，所以还没开启，所以也要过关吧？这个这样吗？什么东西开启了？这个是什么？我就是提示，然后不知道它是什么提示。这应该是一个字，然后这边有个发射器，很好，我不知道我这是什么了。有什么字长这样啊？然后嘞，今天一个真的是一直卡关啊。放置金砖，这个嘞，嗯，哦哦哦 ，I know， 乖。そうかね。这里这里这里，想吃吗？过来啊。然后嘞，快点看我。好，再赢一只好了。过来过来，有你爱吃的哦。踩下去，有什么变化吗？这里跟这里没变化。往前动一格嘛。等一下，有反应，再一次。这里，金砖。好，那应该就过关了吧？嘿，过关了吗？哦，过关了，应该是三号，智慧的信物。那我们过关喽！恭喜你运用智慧完成了考验，即将回到试炼之地，请稍后。那我们继续我们的守护吧。守护这里有好多剑士，拿这样就好了。没东西，没东西。钻石盔甲，守护之弓，但是钻石的啊，我有点贪心啊。还是挑的东西有分难度，不会吧？穿上去，穿上去，穿上去，穿上去。有两把弓可以使用。标靶三个。什么啦？标靶。就这样，会触发吗？
哎呀哎呀，枪林弹雨。哎呀，啊，冲过去了！哎呀哎呀，我要游过去，应该是可以。钻石装，赞！好痛，应该够，应该够，让我过去，我要到了。啊，到了到了！哎呀，不要啦！哦，过了过了，还有，弓箭补给，不会吧？还有投药水，还有哪里？这里。这样还差一个。一个应该在边边，这里好，已通关。接下来最难的就是走过去，准备好了吗？走咯。游过去啊！好痛，好痛，好痛！不会吧？门关了吗？没有，没有关。走开！不要再射了。哦，到了，到了，到了。这个完全就是要把我射成蜂窝嘛。属于此关的装备，请归还此。这，哎，这个我要。这还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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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你。然后守护，然后还有装备给你，一个钻石装，一下子他都快剩半个了。还有什么不要的呢？这个，这个，这个，目前都用不到。那好了，信物有拿吗？还是我青苔石，我们这关叫守护，对不对？没有拿。我的东西嘞？不要说我走怪没东西啊。有没有青苔石？哎、欸。我的青苔石嘞，还在外面，不可能吧？哦，这样通关可以吗？哎呦，好吧，这不是，我以为是什么发射器之类的。真的没有吗？好吧，通关喽。我没拿到，我没拿到信物。算了，这样征服，征服的考验，要成为勇者，除了。不可或缺的实力以外，当然也有必须让人民信服。
你有足以让小动物们都愿意效忠你的魄力吗？驯服关卡的动物，骑他们过重重的关卡，然后最后停在指定的区域，然后会打开门。生怪蛋和安之后，其余的要放回箱子内。好，大概了解了。请一次拿一份工具。好，猪。每次召唤后，剩余的蛋请放回。放回。这有点难。哦。等一下收回我的东西。我的鞍。来。等一下，暂停，不要动。接下来怎么过？应该是往上走。老收起来。再看一下怎么走，应该是要走上树枝，等一下就到。哦，好聪明！哎呀，这样算失败吗？哦，空，有东西，这里。没东西啊，那应该是算失败。要到指定的地方应该在上面。那水流中有个东西没有？哎呀，你自己都走不上去呢。嘿，一只猪，然后鞍。好，我们再试一次。走啊，走啊。走啊，这样才对嘛。好，走。哎呀，一下就失败了，有点难呢。最后一个管事没有那么简单了、啊。哎呦，他回收我的东西，小猪，你给我回来！呀，你有没有 bug？好了，我不算作弊哦，我只是要让小猪过来。哎呀，几只啦？那我们用快转的方式度过这关吧。
终于过了，终于啊！来，进来。好，等一下，那勇者战力区。好，过了，终于啊！那这里，妈，你认真的？你的小猪刚玩完我，现在换马。是不是有比较容易驯服的方法？还是要慢慢驯服。干嘛不喜欢我？讨厌。等一下，你怎么现在就走出来了？哦，驯服成功。哇，怎么飞到这里来了？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挖进去。抱歉，我不是有意的破坏。不好意思，作者。是那个马，马儿正太。太夸张了。然后这只马再用一次这个啊，哎，哎呀，再一次，是往外丢了哈。可是这样我无法去动它，算了，再养一只，再养一只。来这里，他们都喜欢啊！我的马鞍，好吧。那我们这一集Eversoul 时间也差不多了，那我们这一集我才不是勇者啊，差不多就到这边咯。如果喜欢我这个系列的话，可以在右下角点个喜欢，或在左下角点个订阅，随时注意我的影片动态。我们下一集再见咯，拜拜。